千千万人，无人比你更好。情路上起起落落，只有你照顾。这你就不需要烦恼。只要讲阿勇阿姨若是肯讲去国外读书吼，我一定好好啊给伊栽培。这我知啦。我即马只是烦恼讲阿勇啊，伊即马若出去册读无成，敢是浪费你的老汗钱？安尼我的罪过不是更加搁较重？互伊试看卖咧啦。我一定阿勇啊出国去读书。伊爱四界看看咧，眼光会看较开，个性爱一个改变。阿叔，这件代志都交我来办就好了。阿叔啊，你对阮母仔实在是有够好，以后吼，我唔知要哪报答你。搁困，搁困啊！是哦，困好死死的，咱财神也都飞飞去啦。啊，又搁是安怎啦？安怎？代志大条啦！阿勇要出国读书啊！啊？你是讲对唔对？伊要出国读书哦，那亲像伊迄班的，伊哪有可能想要去读书啦？伊在想啥，我唔知。啊，不过我知影，这是尤万玲的意思。尤万玲？但伊是起痟啊，吼！伊规日遐钱摕来，我看唔着好啊！我看伊会安尼做，一定有伊的目的。啊，是啥物目的？欸，啊，无定着，伊看出我小帅红唔是简单的人物啊！啊，那是啊，惊我甲阿勇啊，惊了收我，将来将阿勇啊来架翘去，哎，外头转来甲伊钱财散啊，所以才用计哦，想要将阮两个安尼分开。啊，啊，是要安怎？啊！我正常行动白演的，无喏，咱一定爱啊，轻下手为强。你即马较加油的，甲阿勇的心调较调的，我会伫边安尼下炸天花刀。哼，到时阵啊，我再来看啦，看阿勇是听尤万玲的，还是听我的啦。勇勇，啊，你著讲话啊！是要讲啥？哎，就讲你到底有想要出国读书无？阿哥，啊，你看我这班的，敢有赚钱啊？读书？出国读书呢？笑死啊！啊，不过，恁老母甲恁永伯已经决定要送你出国读书，甲你即摆决定安怎？什么决定安怎？我要哪会知影啦？我敢若知影讲，阮阿爸对我的期望是真高，我实真歹势会失望。哦。你哦，你这个插头啦，哼！不过又搁安怎啦？你想讲尤万玲送你出国读书是为着你好是哦？卖讲啊，我跟你讲，伊会安尼做，伊是有目的，伊想要啊将你尤家大班的人都好好出去。
哼，阿爸，阿哥你想想者啦，阮阿爸做人毋是安尼，伊做人真好，而且是啊是啦、啊，你较了解我，较袂了解啦。我甲你讲哦，阿舅年岁比你较大，社会经验比你较好，啊过桥啊较侪你行路，所以阿舅看人绝对袂去看唔到的。阿唔过哦，卖伫阿唔过啊，啊，都用这边的事件来讲，卡叔。这游万人真正想要栽培你，哎，是安怎？伊到即马拢袂去叫你去伊个公司上班，啊，偏偏哦去相信一个叫做什么李丽辉的查某囡仔，哼！阿姑，你知影丽辉这人？阿姑啊，搁知影李丽辉这个查某囡仔是你阿勇心所爱的人，对无？是啦，阿文啊，我较早真正就歹，哎，袂歹袂。哎，这少年人够甚，这阿姑了解。真是阿姑，哎，当然咯。将这个物件去送到你头里。阿姑，这物件足贵重的呢。嗯，都贵重，才叫你摕去送的啊。啊，是为什么？亲情共事嘛。亲情共事，哦。啊，你知无？知。我甲你讲哦，以后不管什么代志，你也听阿姑的，绝对袂停当啊。好。阿嫂啊，免考虑啊啦。赶紧将阿勇送出国去读书啦，让伊离开一寡啊歹朋友。要若无吼，要叫伊改好啊，是比登天搁较困难啦。阿叔啊，你讲安尼对啦，都予你拍算啦。嗯，轮到我进场啊。嗯。哎，尤大哥，阿叔啊，哦，你有伫啊？啊，那怎样呢？去家庭会议哦。无啊！啊，你是去倒？哪敢即久才转啊？为着事业咧拍拼，阿姊啊，你也想看卖？啊，你有家事业，我也无资格掺一脚。啊，只有自立自强，吼、哦，家己较拍拼，对无？有。啊。你安尼规工哦，住伫外口安弄扭脸嘛，毋是办法。你着听恁阿爸的话，较免哦，踮咧外口哦，规工伫咧家里啊是非。唔爱啦，我唔爱出国啦，无代无志，是安怎你拢变到出国的？你，哎，细路啊，你嘛替我去考卷一下。姐啊，你若这讲哦。要叫我把阿勇的考卷哦，我一定可以卖出国。哈？哎呦，阿老，你这种阿姑啦，啊你吼，才想要饲鸟鼠的搞布袋。饲鸟鼠搞布袋，不是我啦。别哭啦，你是在乌白讲啥？为着这旅游的代志，搞阿无替代，卖讲就卖讲嘛。哎、欸，勇啊！哎、欸，你要提的物件，阿姑甲你提啊。什么物件？对对对，就要送给恁老母的物件，对不？是啊。阿勇，我要送我什么物件？姐啊，你唔知影，你看你这后生偌友好啊。阿勇一个听到啊，听讲你老人家内关节宽哦，会当哦消灾撇邪。你就随拜托我的朋友，一定爱找一个品质好过来顺的这玉环，通我送给阿姊，啊，通我保阿姊哦，啊，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来来来，哈，对，这物件，我你看一下，噔噔噔噔，水无？哎呦，这卡玉环阁这水，啊，一定价值不少钱哦。嘿，当然哦，勇啊，啊，今这落代志要报给恁老母知无？我讲来啊，姐啊，你嘛知影，阿勇啊，生活也无啥钱对吧？
啊，伊为着要送这种物件给你哦，这几天哦，不管什么初冬啊、夏前的工课，伊拢记住，只要有钱就好。另外哦，工地临时工，伊拢有记住，伊就是要即刻叫阮送到伊的阿母啊。对，你若真是有这个好心，你就是这块糖啊，阿母吃，阿母就甜甜的心肝头啊。你哪通为着这贵的物件去这卖命？西王啊，嗯，这提灯的替爱人啊，哎，那边哪有银子？哎呦，姐啊，我会有偌大的精神哦？这跟我朋友讲好势，啊，即马讲无爱都无爱，哎，那边叫我安怎去用朋友交代着啊？阿婆啊，无你收起来啦。阿勇啊，你好心哦，阿母知影，要无这卡个款，就准做阿母买起来。以后吼，你都唔通去迄个所在，搁再做工，那无阿母先唔甘，你知无？阿婆啊，其实哦，勇啊，阿姊讲安尼对。哈，过去哦，你一百万也摕袂出来，对无？遐侪钱了，摕去害人，啊，唔通搁去迄偷税公司做偷销的工作，万不有一天哦，去予人遐扑死伫个街仔路，迄就真凄惨哦，对无？一百万，哦，一百万有够烧的呢。迄时哦，我甲我朋友安出价出到几百步哦，伊才变讲答应袂话的呢。啊无，伊本来估计是百五万哦。啊，不过问题，我都无一百万啊。啊，对吼，哎，来你屋啊？伯母，收起来，听我讲。勇啊，阿姊嘛是为着你好，你唔免歹势。阿姑家里，你又跟阿爸讲，这是新家借的。等将来有能力的时阵，才提下伊，对吧？安尼水无？哎，姐啊，你看，你这好心这么友好，你敢会白个干咩哦？可以离开这里人，一个人来去啊，林地青所的外国去受苦受难，哎，也真可怜。阿姑的计划袂歹哦。阿姑啊，你迄玉圈敢真正有一百万价值？玉个物件就是安尼啦。你讲伊偌济，伊就是偌济，迄无一个标准啦。阿姑啊，我话先讲正经哦，这玉圈是你买的，假使我到时阵阿爸来唔肯拿钱哦，我是无钱还你。做你放心。你阿姑的计划都从来唔捌失败过，唉。西王，哎哎，阿姐叫你去者。啊。安卓，有配合无？啊？我即摆来去。啊，小蛋，哎，西王，我阿姐啊吼，即摆过你去阿勇啊。我惊伊讲哦，我若讲是阿勇阿要杀，伊会受气啊。所以我就甲讲是我家己教伊的。啊，即摆要叫你替我去拿钱，较等下伊若问你哦，你就爱较小心的，唔通闹鬼呢。是是，无问题，放心，无问题，好。勇啊，即摆的代志，俺得遵守。以后吼，是唔通做这落戆代志呢？其实讲吼，阿母吼嘛无在条挂遮贵的物件，你明仔载吼摕去卖卖，钱害恁阿爸。阿母不免啦，你辛苦一世人啊。这手环哦，你收的，那一百万你放心，我会拍拼赚钱来还阿爸。勇啊，你是唔通搁做迄落危险的代志，你知无？做这个代志，
余大哥，你无信任我少？我敢会用信任你？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安怎？进一去300万开了了是？三百万？哎、欸，什么300万啊？咱两个人大家拢心肝内在在的，我若是讲想明，乡下有人会真见笑。达一只老好利啊，袂错，即马阁袂当甲伊跳包伊。哎呦，尤大哥，这句话是要推倒讲起嘞。我想你照顾遐多，假如连你的钱我拢甲伊下，安尼我小作用更是当上。这个小家真阴险，即马无确实的证据，我阁袂用办你，我小心来一个。好啦，我阁相信你一摆，也毋过好参照你家己讲的，你是一个知影通感恩的人。李记，玉环小，迄无嘞，无看啊。你讲，你是不是把我玉环摕去当摕海角上？哎呦，大哥，遐尼歹听啊！哎呦，讲啥物头嘞？少，真少少啊！吼，那是我妈妈为难我，莫惊。哎呦，哎，小弟姐，小弟姐，我有话要讲啦。你讲。是安尼啦吼，你以后玉环啊，即摆就挂在阮阿姊，嘛是阿勇因老母的手顶啊。啥？你把我的玉环摕去孝敬你阿姊？你有够大胆的！你是安尼讲的？慢咯，慢咯，你还袂讲话？我看你会当编什么理由啦？我跟你讲，你以后玉环，我是以阿勇的名义送给阮阿姊的。哼，我才不爱信呢。你去共铺脚床都袂赴啊！你会用阿勇的名义送给恁阿姊？哼！你想看卖，做老母的收到后生所送心爱的礼物，哪会甘要甲爱子送你几身躯边？我再讲啊，我这个小人伫咧身躯边安尼下差天飞刀，只要做老母的唔答应，哼！尤百玲啊，不管安怎讲，嘛唔敢甲阿勇啊送出国。哎。唔敢想，我甲你讲啊，卖讲一卡玉环啦，但是等我哦分到尤家的财产，十卡八卡嘛拢卖乎你。我是感觉咱安尼做无道德，去害着阿勇的前途。哎呦喂啊！我的素贞小姐，你伫当时变到这么菩萨心肠啦？阿勇迄个插头哪有啥物前途啦？送伊出国读书，迄是白了钱，补贴互恁爸开开会较赢。嘿，你是人的阿姑呢？你把家己的话啥批评到安尼哦？哎，你唔敢信？恁爸甲你定过哦，你唔通过去真做，啊，若无到时阵，恁爸是要滴你的命。哎，对，我是。哎，好，来来，我马上过。好，拜。妈，你是要搁出去哦？阿母啊，我甲朋友好啊，我去讲代志啊。搭遐是啥物朋友啦？搭你遐朋友啊，除了教你歹以外，还搁有啥物代志通我讲？阿母啊，你看我袂去骂我，拢袂要紧。我的朋友也无得是你啊，谁做拢要袂惨落啊？
勇啊！我想吼，你也是好好啊，甲恁阿爸讲一下，计划一下你的未来，唔通规工哦，踮遐外口咧醉生梦死。哎，你嘛应该吼，就爱负起你做查甫人的责任嘛呢。阿母，是倒一阿爸，天顶还是来去的？好啊好啊，阿母，我看你嘛卖生气，你拄仔嘛讲过啊，我即马拢大汉啦，我知影我家己要做啥物代志，啊，我即马出门。就是要甲朋友讲，内行组织公司的代志。我是要组织什么公司啊？你甲阿爸常常来讲，我都袂做正经的代志，我即马做你看。哼，家己的公司唔大，还搁去外口组织什么公司啊？哇，你莫甲拜托，你叫我即马搁转去，转去阿爸的公司上班，你莫认定。等，恁阿爸总嘛是家己的人。伊敢会去害你哦？啊，若是讲别人哦，迄就歹讲啊。母啊，你阁知影阿爸袂害我？你即摆是咧讲啥？你是毋通听恁阿舅在后边讲呢？我阿爸母，我袂甲伊讲，我即摆时间袂赴啊，吼。勇啊，勇啊，回来啦！搁行啊，无算少通挂烧。若是为了选择，何必搁再想？